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龙开箱。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眼镜社出版的 GSR 小鹰。那我们看一下外观的部分，跟以往都一样哦，跟这个鸣人还有佐佐完全是一样的这个盒子的呈现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部是没有任何东西的，有一个曼迪传播。不啰嗦，马上来看内容物。好，内容物的部分呢，一样拆成了这个上下半身哦。好，那还有一个台座，那台座这一次有蛮大的进步的，就是它这个脚是直接可以插入的。去做一个整个固定哦，有别以往的直接附一个蓝色的这个台座。那我们来做一个组装哦。好，这个组装完成的模样，各位可以看一下哦，相当不错，整体造型来看起来。我们来做个360度哦。那脸部的这个细节涂装其实 OK 哦，各位看一下。那这个头顶的护额。啊，当然这一款，如果你有买先前这个佐助的话，是当然是可以做一个合体的、哦，好，就会变成现在这个局势。那我唯一的没有入手就是这个卡卡西的部分了、哦，差点这个第七班就集结了。那我们今天开箱就介绍到这边了，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或订阅我的频道，再见。